上套路，上套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新明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别打，别打。全军出击，这女枪你妈，你是傻子吧？为什么不走啊？为什么不走啊？我想等他走我再出来了，结果妈这女枪，这女枪不走。你说这我真的是那么难受。走，找对面打野，他最多也就只能刷掉一组。上，我猜他是先刷的三狼出门。漂亮，我就说嘛，出门肯定是刷的三狼，看见没？他这个英雄的刷野性质就是这样子，比较好猜，这就很舒服了。去下河蟹吧，他能去哪呢？来不来下河蟹啊？刷自家 F6 这个就不去了，对面塞纳斯可能会来，这个就不去了。
抓掉了。这把是科学战斧的，不能出穿甲。他二十个刀下去刷完，好，去自己家三郎了。三郎加蛤蟆。我这么短吗？来，现在在刷三郎，我们在蛤蟆这里等他。刷的蛮快啊，哎，他没刷。漂亮，好单杀。他三郎都还在，他还没刷的。我太铁了，就死都要跟我抢，那你就去死吧，死了也抢不到。哼，他闪现慌了呀，这明显是慌了，只能就原地闪了，太慌了，压力太大。好了，我帮他推的啊，大家都看着的。红 buff 的话，这波没有逞吗？拿个红蟹刀六再去，我觉得来得及的。我觉得能来得及，能来得及。快快快快快！漂亮！太多太多人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呀！哎呀，没想到女枪不烂这步我不会上的，一次不死啊！亏了，这波太亏了，真的是太亏了，因小失大呀！直接逮捕，船长，船长，船长，可杀，直接逮捕。撤，撤。鞋子摆什么鞋？我想想。三 AD 忍者族锯吧，杀了就行。
杀了就行，杀了就行，小问题。下野区。啊，闪都来了。漂亮漂亮漂亮，就是没有单杀。抽号了，兄弟们！国服任意大区分段大师以下三个小时，反正就打号三个小时，大家可以自己参与一下，好吧？打号三个小时上天室，没有任何的要求，只要你有号就行了。哇！好杀呀，小蝙蝠！大家有号的可以自己在右下角参与抽号。漂亮漂亮，白捡一个，完了双杀了剑魔。他这站位好，走位好像不像要回的样子，这一看就不像要回家的这个走位啊。很贪，我都懒得打先锋了。塔皮反正都没了，慢慢来。蝙蝠侠可以去吃个先锋啊，兄弟，想给他吃他都不吃。哦，我的舞台来了，兄弟们。
御幻。漂亮，抽后还有六分钟，好吧。关了吧，抽后还有五分钟，右下角是什么？超过大师的不要抽啊，大师以上不要抽，大师以下的号啊，青铜、白银、黑铁、黄金、铂金、翡翠、钻石，定位赛都可以。求你们，我没有网费了。来一波孙子兵法，越我们越这样子，他们越有反骨，越不会点。他们就会想，哎呀，这打野马上掉线，我们要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。御幻，御幻，我来了。干嘛呀你？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，跟个泥鳅一样。等一下，他们双人路。让我的灵魂歇息片刻。漂亮，血魔流氓松还是怎么说呢，瞬间的伤害没那么高，但是稳，就是稳。我 buff 我刷新了。
buff， 好 buff。十二个了吗？这就是血魔流啊，兄弟们，血魔流。血魔流盲僧，就是两个字，酸爽，真的酸爽，纯他妈血魔啊，血魔流。下一件再买个大野魔刀。炫魔流，炫魔，血魔，这是血魔，不是炫魔。你酷啊！我如果再来个带魔刀，我应该能一打五。行行行行行，滑。这波总共几个单杀？这一波从我上高地开始几个单杀，兄弟们，三个还是四个？这一波三个还是四个？从我上高地开始，三个 OK。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盲人。
麦斯，麦斯，这波几个单杀？兄弟们，这波几个单杀？这波有几个单杀？爽麻了呀！一个都没有，我不可能一个都没有。船长最少，船长都是单杀，船长最少是单杀吧？你这边我在打团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看右上角的。船长应该有，我觉得船长应该，船长是从后面走出来的，好像。日女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个军团盾的，应该就有一个船长了。第三个船长，我觉得是有一个船长的，应该是船长，应该真有个船长，兄弟们，真有个船长，因为船长从后面走出来的，第一时间那个他没出来。我觉得我还能五杀，我真的可以五杀，你们相信我。我操作起来了，我准备操作起来了。啊，那就船长一个嘛，对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哇，感谢这个号主，这个中了抽号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号可以。感谢号主，号主你就是我，你就是我表哥，号主。号主想吃猪脚饭吗？就这个号的号主，吃猪脚饭不？我想请你吃份猪脚饭，以表我的心意。哇，剑魔也超多起来了吗？干死的剑魔，好装啊！全体起立，欢迎来到马家家广场。